二手的裤子，传说中二手的半瓶老干妈，这个老干妈还有半瓶的都拿来都二手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哥。今天呢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啊，这里是南宁的一个小巷子啊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我一会儿带你们进去看看，淘一淘，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宝贝啊。哇，今天好热闹啊，在门口的时候就人潮涌动了，堵个水泄不通了，太多人了。快看我后面，一群人围着，不知道是在看什么东西啊。我们继续，我们也过去，我也过去看一下啊。一些二手的那个插座啊什么的，然后有二手鞋子啊。贵不贵啊？这个二手鞋子贵也要25元，也20块钱一双。我给你们报一下地址，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民路东三里，周末二手集市现场。还有，再往前面看一下，洗发水，药都有二手的，遥控器，二手的刀具啊，地上还有这些。都是二手的，看不懂啊。插牌，地上都是琳琅满目的东西啊，都不知道看哪里啊。万物皆可二手啊，手机壳。我的喂。主要是没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想要的东西它不在这里。二手的电动车电池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，看一下。很多二手货，哎呀，这个表怎么样？它那个表带就非常 nice， 这不是石头吗？什么石头？1块钱一个？1块钱一个、啊，这不是我们平时在河里面捞的那种吗？这么小的麻将，小麻将啊，这比我手指还小，太小了。这有个飞机啊。老板给我们展示这个飞机啊，内八，老板不会玩，老板转了半天那个遥控都没反应了，这个飞机不听使唤了。二手鞋子啊，穿过的鞋子啊，在这里可以卖啊，还有这些什么充电线啊，充电线啊，键盘啊，烂手机啊，10块钱多少根？一两啊？一两有多少根呢？这应该有40-50根吧？装啊？多装一点，多装一点。多少根了？我靠！至少100多根呢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看一下这一堆人在这里说什么？有什么卖什么啊？有什么卖什么啊？1分钱1块货，标语灯。你们要什么东西可以来这里，可以来这里淘啊。电动工具啊，冲击钻啊，动发小盆，自行车轮胎，二手的，老式的那个收音机。有没有人懂这个的？这个电动轮椅。300块，这些呢都是二手的鞋子啊，二手的电动工具，角磨机，手机支架，二手的运动器材啊，篮球，臂力棒，手机支架啊，这种多少钱一个？25。这个呢？20。篮球啊，20块钱一个。消毒液。万物皆可二手啊，这个碟片很老了啊，现在都没人看这个碟了。白发魔女传，出去吧，人家搞迷路了。哎呦，锻炼一下。哎，老板，多少钱一个？30啊，只有一个啊。卖了一个。
电动车控制器、充电器、开关、篓子。人工编织的，这个篮子是新的，不是二手的，是盖子的。这个，大的呢？大的50。大的50啊，这个小的是30。这个可以，这个质量还不错。这个比那个竹的要好一点啊。防潮，瓶瓶罐罐的，我们也欣赏不来啊。半包茶叶的，老式的缝纫机。哇，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个没有什么配件的吗？哦，对，没有什么配件的。这个没有遥控器。功放版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。这骑电动车开车根本就没法走啊。不石头吗？这不是鸟儿？这什么鸟啊？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，看得你眼花缭乱了、啊。这不是古董手表、化妆品吗？麦克风、计算器啊。瞧，你看那地上便宜的，密密麻麻的。大音箱、木铃兰、热水器、微波炉。你看看到没有？那个电动车牌，电动车牌还有人卖啊？笔记本电脑、台式电脑。这些自行车的话也很便宜啊，100多，几十块钱一个。毛巾5块，2-3块钱的毛巾啊。那本期视频的话我就分享到这里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还是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呢、啊、在这里摆摊的。因为今天的天气是比较好的，是阴天，往里面去的话更多啊，在那个小区巷子里面很多啊，万物皆可二手啊。像什么半瓶酱油啊，半瓶洗发水啊，半瓶酒啊，还有半瓶油的，还有那些用过的化妆品啊，还有一些搞工程的那些电动工具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的话就到此结束了。本来是呢来这个地方找一本那个新华词典的，结果没有找到，还是去其他地方再淘一淘吧。